蜗牛探西游第2002期，文牵着蜗牛散步齐抵沙僧的老家，一定会提到那条神奇的流沙河。观音前往长安寻找取经人，渡经流沙河时遇见了沙僧，经过一番思想教育，沙僧答应放下屠刀立地成僧。然后他献宝似的向观音道：800里流沙河，3000若水深，芦花定底沉。但是我吃货的9个取经人的头颅扔在河里却不沉，于是我就用绳子串起来，天天放在手里玩。在往期文章中，蜗牛告诉过大家，现在文玩专家自以为多么牛叉，有的玩铁丸，有的玩核桃，其实都不如沙僧。人家玩的是人头，绝对是文玩界的祖师爷。沙僧说了这番话后，观音告诉他，你将这9个人头挂在脖子上，专等那取经人，自有用处。后来唐僧来之后，观音派木叉指导沙僧将9个人头围在葫芦边，做成一个法船，将唐僧团队渡过了河。让我们奇怪的是，这个水是个什么样的水，为何芦花都飘不起，骷髅头却不沉呢？若水的概念来自《山海经》，昆仑之北有水，其力不能胜界，故名若水。通俗的讲，就是古人认为水的浮力很弱，连船都浮不起，所以叫若水。但是也有人指出，其实是有些地方水道很浅，或当地人民不习惯造船而不通舟楫，只用皮筏济渡，所以误认为是水弱不能载舟。今天我们上了物理课，都知道水的浮力是一样的，不存在水的浮力大小的问题，只有可能水中其他物质含量多少而影响水的浮力。比如死海就是盐分过多，所以浮力很大。那么流沙河的弱水为何芦花都要沉下去，骷髅却浮在上面呢？其实这里是一种寓意，也就是说，沙僧吃的那么多取经人中，很多也是有道行的人，但是由于没有那个福分，或者说没有那个背景，争取不到取经的正式名额，只能在流沙河被沙僧吃。因为他们也有道行，不是普通人，所以他们的头是不沉的，但最后却也成为了唐僧脚下的垫脚石，扶着有背景的取经正主渡过了流沙河，最终成佛。